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育实验课堂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内容是关于数字。好，说起到数字，通常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使用到的最基本的数字，用缅语怎么说，中文怎么说，还有英文怎么说，我们来一起学习吧。好，首先呢，在老师的这个屏幕左边就有一个数字表啊，从一到十数字。那好，来和老师一起来看一下。那从一到十，中文怎么念？缅文又怎么念？第一个是一二，用缅语我们可以说 di ni。好，重新再来一遍，一二。di 一 di 一二 ni 二 ni 好，重新再来听老师念一遍，一 di 二 ni ni 好 di ni。 和老师一起来看一下一二怎么写。中文呢，一非常简单，是吧？好，中文。这是一，中文的一。那缅语的一我们该怎么写呢？好，有这里有三个格子，四线三格。好，中间这一格我们要来写。好，它的笔画是从这里开始，圆圆的画到一半没有关闭起来，这里有一个空间。di 一 di 一 di。 好，重新再来写看一下一怎么写。 di。 好，二，二我们怎么写呢？二 ni。 好，图片里面展示的是一个小勾。好，从第二个格子拉到第三个格子。好，从这里直直的拉下来，直直的拉下来之后呢，弯一个曲就可以了。 ni 二ni 一 di 二 ni。 重新再来看一遍，直直的下来，然后弯上去 ni 二 ni。 好，接下来的是三四，三 dong 三 dong dong 三，四四 li四 li 四 li。 好，三四 dong li， 一二三四 di ni dong li。 好，三 dong 我们该怎么写呢？来看一下 dong， 从这里像 di 一样写一下，然后从这里拉下来就变成了三洞三洞。好，四四的笔画是怎么样呢？来看一下，先写一个啊，四四方形的啊，一定要写四四方形的。好，四里四里，里是和洞它是相反的样子。好，这么画，然后弯弯的向左，好，斜斜的向左画下来，一二三四 di ni dong li di ni dong li， 一二三四。好，好，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再来念一遍，一二三四 di ni dong li。 好，那四之后呢，我们就来了，四之后我们又来了五六，五六五啊，五啊，
六翘，六翘。好，五，五怎么写呢？来看一下。好，五，啊，用缅语说啊，先写一个小圆圈，弯下来，直直的，然后再弯上去，啊，五，啊，好，六，六，六字是这样写的，六，六翘，六翘。这里先弯一个小钩，然后直接拉上去，弯下来，六翘，六翘，五啊，好，五六，六之后来七，七和八，七，好，七用缅语我们可以说，困难，困难，或者困。都可以，它是有两种的啊，两种叫法都是对的。七困难或者困，好，来看一下怎么写。七困难或者困，这里弯下来，然后勾一个小勾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七困难或者困，困难。或者孔七，好，八我们该怎么说呢？八，八 shit， 八 shit， 八 shit。 好，来看一下八是这么写的，好，八 shit， shit， 先写一个小圆圈，然后从上面弯下来到这里，只在中间的第二格，这个就是 shit。 五六七八啊桥困难或者困 shit。 好，要注意的是七它是有两个叫法的，都是对的，困难或者困都可以说。五六七八啊桥困难或者空 shit shit。 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，最后剩下的是九和十，九十，九十，九 go， 九 go， go， 十的 say的谁的谁，十的谁，九十姑的谁。好，和老师一起来看一下九，九，好，九是姑姑，先翻个小圈，好，然后从这里翻下去，拉到第三个格子，然后弯上来一点，勾九，勾九，好，十，那么到了十，好，十的谁的谁，十的谁，好的谁就是的谁，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十，对吧？ The say 后面来一个零，这里是一十 The say 九 go 十 The say。 好，那我们重新再来复习一遍，一 the， 二 ne， 一 the， 二 ne，三动四里，三动四里，五啊六翘，五啊六翘。
七可能或者空十八七可能空八十。好，这里七呢，它是可以叫两个叫法的，可能可能或者空，都对的。九十勾的谁？九十勾的谁？好，那我们从第一来念：一的、二的、动、三动、四立、五啊、六翘、七困难或者困、八是。九故十的岁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的数字内容从一到十就到此完毕了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哪里不懂的，可以来私聊问老师的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，同学们再见。